典歌曲星期五晚上音乐一下，穿着西装的五位成员都动了起来，和超市吉祥物一起重现十六吨。画面让全场沸腾，但这十六吨也掀起风潮，没有人没看过。星期五晚上是真的不出门，这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对，因为真的蛮恐怖的。像我之前前几个礼拜，只要录完很大，都会遇到星期五，我都很想要回家，就怕被疯狂要求跳十六吨，但还是开心，大家喜欢自己的表演，就连粉丝年龄层都越来越广，很多小学生们也喜欢蹲，然后连幼稚园的现在一些运动的项目活动啊，就是带动他们的老师，他们都会做十六吨。成员表示，就连毕业典礼上都能看见十六吨，这回也有好消息。请问 Energy 有什么破千万？还有，这就厉害了。厉害吗？我问你，说一下我们什么破千万？因为我们的星期五晚上的 MV 也正式突破1000万。恭喜！打开影音平台，两个月前上架的星期五晚上 MV 已经突破千万观看，力压自己的经典歌曲《放手》，人气直直飙升。Energy 小巨蛋秒杀外，九月也要前进高雄巨蛋，连开两场。不料这回活动也有意外 ，Toro 敲击冰砖时意外被碎冰击中鼻翼，受访时坦言有点痛，幸好没有大碍。TVBS 新闻朱光宏、沈世欧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